众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梁文婷老师在我旁边。文婷是桃园市国乐团的吹管的声部长，对，对不对？声部长的作用是什么？在陶氏国里面。当有分部或是指挥有什么对吹管任何的问题的话，就是可以先找我这样子，然后做一些协调。现在乐团我好像觉得越来越成熟哈。刚刚我也跟你聊过哈，就是对于指挥的要求啊，跟那个独奏啊，都反应的蛮快哈，讲到什么他们就立即可以做到，越来越成熟哈。文婷哈在6月14日交响音乐会里面，哇，吹一首非常经典、非常大规模的笛子的协奏曲《白蛇传》。现在可以跟文婷讲讲，聊一下《白蛇传》这个作品哈。那个笛子协奏曲，那么经典作品好像没有很多首哦。对，像这种大型的，又分了很多章节，这种四个乐章的，这大概就是还有另外一首，就是陕北四章。啊，对对对对。陕北四章那个土味很重啊，对不对？非常非常很强烈啊。白蛇传就比较情感的抒发上面比较多一点，所以那个文婷的选择情感的，对，我选择情感的，然后也是刚好就是要接近端午节了啊，对耶，对对对，这个跟那个节日有点关系哦哈，观众们哈应该也知道嘛哈，白蛇传呢，事实上故事大家都很了解啦，对不对哈？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些不了解的观众们可以赶快上网看看哈，什么青蛇白蛇什么法海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人物哈在故事里面是担任一些什么角色哈。这个白蛇传这个协奏曲事实上也是算是没有站着很久以前的作品哈，今天我们还聊过哈，1986年在改编过哈，然后就首演这样。郑继明老师的作品，然后罗伟伦老师在帮他那个整理一下，是蛮有效果的哈，那个旋律蛮优美的。你以前有跟陶氏国合过这个协奏曲吗？没有。可是跟其他乐团应该。以前九歌。以前九歌。你这次跟陶氏国合，你觉得？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朝夕相处，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是与团员之间的默契，就是协奏者想要什么样的情绪，他们可以马上跟着上来这样。那跟周老师也是，因为周老师也来了蛮多次的，那我们彼此之间默默的养成一种默契。对，在这次我觉得又展现得更好。谢谢谢谢。对啊，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其实笛子的蛮重要的角色哈，除了这一首，还有昨天于军的那一首五弦舞哈，刚好哈两个不同的年代哈风格的作品都呈现哈，刚刚白蛇就比较重了哈，那个长度有没有20分钟啊？有23分钟，五弦舞的比较短很多了哈，就是10多分钟就 OK， 为什么？因为整个风格不一样啊，呈现出不同年代的对于笛子的创作的一种追求啊什么哈，是蛮特别的。乐团，你在乐团应该很久了吧，对不对？在创团了4年啊，然后之前也有在走过吗？对啊，所以真的是跟他们很久的朋友，所以大家就是很有默契的。对，一举一动，你下一秒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大家都可以猜测得出来啊。有没有一些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对于白蛇传吹奏的一些想法啊？可以，万一观众里面有一些学笛子的啊，也很想知道文婷老师哈，你的秘诀是什么？吹几首啊？你的什么想法？来讲一下给观众学一学吧。我吹这一首，我最主要就是我的脑海里面，就因为它分了4个乐章嘛。第一乐章就是许仙与白蛇两个人的相遇。那其实我的脑中就是都有一幅画面，或是我的，对，就是你要对故事要了解。那你不熟，你也可以去，其实现在还是有那个电视剧，像大陆剧那边也有什么《白娘子的传奇》。就是你要对这个故事的结构还有人物，就是你要拿捏，你要知道他们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去分辨他们的个性，
对，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的情感，然后去想象。其实我常常会把自己当成是白蛇的那个角色投入进去，在你在诠释在第二乐章的那种像那种哭腔、那种哀怨的样子，才有办法去把它演奏出来。那你演奏的越投入，那观众的回馈就会感觉越深刻。哦，所以文婷老师把他自己看成为是白蛇哈，对，那么水是许仙，水是法海啊，其实乐团就是法海，对对对对对，然后对互相那个追逐，都很棒很棒。所以那个其实我都用这种方法来跟团员沟通了哈，不但团员当然他不是吹独奏，可是很多时候都希望他们能够有想到一些画面，对，啊，上第二乐章开始。一直会想到法海做法，或者是哈这种感觉啊，这种这个效果，用乐器的效果啊，能够做，大家脑海里面有这种感觉，就很容易做得出来。没错没错，那音乐会啊是在6月14号啊下午2点半啊，在中立艺术馆啊，是自由索票的哈，快索完喽，是要赶快过来。快锁完了哈，对呀，对呀，所以哈，如果真的还没有锁的话，赶快上桃园市国的 Facebook 网站啊，看看他们的一些锁票的办法哈。今天排练真的很棒啊，所以除了我们这个访谈以外哈，还有录了一段非常算是篇幅都算有点完整的啊那个片段给大家欣赏哈。我觉得第三乐章转到第四乐章刚刚录的。超厉害，大家不相信赶快看一下。好，谢谢文婷老师，谢谢文婷，谢谢观众们啊，希望在音乐会里面看到大家啊，拜拜。拜拜。
谢。